带头的呀。公主，赴宴的衣饰已备好，现在可以为公主梳妆了吗？是不是我老眼昏花了？他头上戴那个那不是挂带吗？他为何要将足饰戴在头上？诚心出我的丑吗？看什么看啊！你可知道你戴的是什么挂带啊？既然知晓，为何还戴？好看呢。金葵公主此番上天，舟车劳顿，特设此宴，为公主接风洗尘。这是人吃的吗？此乃上家亲戚，是母神特地遣人去西北天境疾风采气所得。不就是喝了西北风吗？吃这玩意儿不会被饿死吧？听闻天妃温婉贤淑，仪态万方，今日一见，此女言行失礼，有违规矣。你需在大婚之前好生监督管教。天规，天规，你们天界哪来那么多规矩？若不是不知道天规，你又怎么会将足饰戴在头上，贻笑大方？行，你给我的这些啊，我回去会慢慢看。不过呢，我这次过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儿，就是啊，想让神君放我下去下界探亲。天规第1367条规定，下界需要通行令牌。哎，做什么？哎，你不给我令牌，我怎么下界呢？啊！为什么有一种头脑发热、不停被他吸引的感觉？天界守卫只认持本人令牌者，向神霄御府递交公文，待确认下界缘由无误后，便可发放令牌了，才发你临时令牌。那至少要等上一段时日了。你怎么了？我等不及了。你吃什么了？过来还有另外一件事，就是啊，想让神君放我下去下界探亲。天规第1367条规定，下界需要通行令牌。哎，做什么？你不给我令牌，我怎么下界呢？啊！都说这神君心怀四界，体恤众生，那你也吃爱吃爱我吧。你吃什么了？来嘛。你吃的芥末果实，你可知这芥末果实又叫凌霄禁果，是帮助那些想要繁衍后代的神族仙女们凌霄用的。糟了，没想到啊，你们这好生洁白森严的天界就不过如此吧。杀掉我姐姐，无论如何也会将错家一事捅破。等我杀了你，你姐姐就会来陪你了。星星坠落。
你们瞅我干嘛？我说老雷，你没事瞎激动什么呀？我没激动啊，雷电是归我管，刚才这不是我干的呀，这也不是我味儿啊。谁抢我活？嗨，小玄霄是星辰之灵，情绪异动就会使星辰颤动，极端情况下不就会影响咱们天界天象吗？哎，莫不是小玄霄遇到什么极端情况了？这味道这么浓郁，你吃了多少啊？才一个，才一个就让本君失去理智，少点有钱，你心智竟如此不坚。对，李光清魁，你玄霄之刃来不及了，我现在就要令牌。停下！你不答应啊？本公主不会放弃的。求玄霄放你离开天界，但是有没有求到？求到这个份上吗？啊！我见你未归，在殿外等了你一夜呀，直到今天早上，我看见玄霄神君从殿外离开，我才知道大事不妙了。我们家少主，你别这些终究还是你慢着，慢着，你是说昨天晚上我跟少殿空心，我。你忘了？一点都不记得了？我们家少主年纪轻轻就被你绿叶遮顶了，那还不都赖你啊？你知道你带来那果子是什么东西吗？嗯，那下界之事怎么办呀？要不你就拿昨天晚上那事儿要挟他，他终究有口难辩，他肯定会把令牌给你。哎呀呀呀呀！这件事儿啊，这样就这样了，就这样。本公主才不会跟那寻常女子一样，哎呦，哭哭啼啼的，还要找后掌。再说了，这天界难不成就她一个人有令牌？啊啊啊！那谁傻到给你令牌？你说说。哎，这不是来了吗？嫂嫂，青衡，快来！青衡弟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是来向兄长递交功课的，嫂嫂可也是来看兄长的。我一早起来就觉得特别的饿，我想来找你哥要点吃食，结果呢，你哥他不在店里。不在？嗯嗯。那嫂嫂稍等，我这就让仙使送些糕点来。哎，不用了。嗯，糕点我已经有了，你呢帮我去弄点美酒来就行。哎，当然这个亲戚酒就算了啊。嫂嫂说的可是酒神少康酿的酒，可以让人头晕目眩山宫倒载的那种。对，就是这个。你去取酒，我去主食，我们天趴月见。好。嗯。